将空气清新机放喺靠近窗或者门口嘅位置，可以更有效过滤由出面飘入嚟嘅花粉同灰尘，防止花粉同灰尘进入屋内，保持室内空气清新，舒缓鼻敏感。空气清新机应该远离障碍物，因为障碍物可能会阻碍空气流动，难以发挥空气清新机最大作用。用嘅时候应该确保附近冇障碍物，放喺空气流通嘅地方，令空气清新机有效运作。就系有，乜都有。